れが。又不乱来啪，咱这个直播间一直是充满这个正能量还有和谐气氛的，就因为有广大的这个水友啊老跟我说实话，记住主播，谢谢啊。哎，一扔不就完了？这个我为什么这么帅啊？这个没办法，本来就长得帅，这个帅。办法扔着那个袍子，再加个速扔。感觉我投机了，作者意思应该不是这么过。他赞是个什么东西？泰山，我是人猿泰山。因为泰山就是命大，为什么人猿泰山在山洞里待着？谁老扔小扳手啊？这个哎你他妈的、啊、算了，看来你又给我了个状态的份儿。
见着一张他还正常的，专利啊，他把那些专利放在什么东西都给你标出来。你看这个砖他放在钥匙，对吧？这个砖呢放在黑花。必须的，这花不能死。哦，明白了，先拧这个。
什么意思啊？这我要顶出来这个 power 的话，我想想，这么着想啊，你看啊，这块儿如果我要进门，我必须有三个垫脚的东西。有两个 power 可以垫脚，还有一个花可以垫脚。花要垫脚的话是要卖血的。然后呢，我还要把钥匙给搞定。关键是我现在没有钥匙啊。我要吃钥匙的话呢，那黑花就得被我干掉，或者呢，这花掉到下一层。如果我要先顶这个砖，那么它就出来个 power， 这 power 没用啊。先把黑花弄死的话，我就得把头戴上，把头戴上就摘不下来了，或者说摘下来之后就再没法戴上了。如果把头戴上，弄死黑花，我就先要把这个砖给弄死，对吧？我就先要把这个砖给弄死，就上我头顶那个砖给弄死。弄死的话。先顶下边的，我要先顶下边的，我怎么插进来顶这个砖啊？这个我插不进来啊，这样出一 power 的话，我就进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我顶下边的 power 把黑花炸了。顶下边的 power 把黑花给炸了。我明白你们说什么意思了。顶这个把黑花给炸了。真他妈聪明！哎，我操！我怎么那么聪明啊？真没有见过像我这么聪明的第二个主播，真的。哎，还不点关注是吧？主播智商这么聪明，哎。
哎呦我操！晚安。谢谢大家。大家一定是被我的技术、智商还有毅力所折服，谢谢大家啊！燃烧起来啦！这会让你疯掉的。我感觉是一张坑逼图。哎，有云啊，有云还坑个屁啊！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这么多锤子。哎，我发现了，嘟嘟嘟嘟嘟嘟掉下去了，那我这是哪儿啊，我靠，明白了，这关先拿云，先把云吃了过来，然后一路往前走，吃了那个嘟嘟嘟什么就稳了。嘟嘟嘟呢，干不死你们。脑子不信呢，我擦，全都自己动，你上来你自己动啊，又草没上去，哎，我头啊！好，我上来了。哎，这儿有没有？感觉他是不是把顶儿给封上了，我靠，
哎，有嘟嘟嘟吃。干嘛呀？这是。应该是花比毛好，至少咱是远程攻击。哎，我操，没吃那血。是副场景啊，这不是里场景吗？到头了，这回对了，挂了。连库巴都没有，只有一龟儿子。皮克敏对战库巴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嗨？嘟嘟嘟吃！Yeah.
拿回来。现在全球排第几了？好久好久没看那个榜单了。火焰纹章，那别长。算了，够，那适可而止嘛。我下不下去？怎么有你呢？一个强制卷轴的图，哎呦我操！加他们什么时间限制？这哪儿啊？这个状态啊，咱不能老丢，丢了这容易出事儿。我要走上面看看什么情况。
玩我是吧？踩死你！哎，问题我走上面这条路，咱下不去啊，这个。我操！别掉啊！别掉！干嘛呀？这是？哦，直接从那儿出来了。又没撞下来，哎呦我操，吓他妈死我了，不是，哎，撞哪啊，撞哪，好，一命关系，西方抹耶什么什么的笑脸儿，占据制高点啊！这他妈打不动，这狗打不动。我是在6969上面下的。你可以去搜索啊 ,3w.6969.com。人品好，不是，
技术好。哎，那个天上扔刺猬的一个都没打着。三代的最后一关，不像。嘿，哎呦！三代的最后一关吧，是吧？有点像。哎，你后边还有个钥匙门呢。拜拜。这怪不给撞了。我说孙子不孙子吧。就是这种打古巴的方式，可烦了。哪有问号啊？哪有问号啊？哦，这儿呢。看一眼这是啥？妈的，老子干死你！这库巴要抢魔杖，
拜拜拜。关谢大家。面白，我的脸很白吗？当然。卖药吸的都是什么呀？畜生！这孙子！就杀带头的。感谢恶意红螺寺。Logan， 爱德华 ，Power 什么跑？看啥？傻子才跑呢！
一鸣同关。不是，咱节目效果嘛，咱不是真的傻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这。啊，好跳哦。梦幻啊啊，我操，哎呦哎呦喂，砸我呀，砸得到你垃圾。这不过来了吗？你笑我干嘛呀？玩挺好的嘛，你为什么笑我？我操，没上去。哎，我起子了，这起子怎么吃？垃圾。还是按照原来的老传统啊，这个佛跳墙开鸡蛋啊，哎，整不开了，哎，纯黑的迷梦，哎，这我玩过呀，我说看这标题怎么眼熟呢？就算惨，哎呦！啊！干嘛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屁！
现在我反奶这么厉害。上车。哎，这不到了吗？哎，有耀西，看我把耀西救出来。耀西，你给我出来。好的。走，耀西，我们双双把家还。狙击，什么意思？拽屁啊！老子的这个投篮水平简直了！哥的投篮水平简直了，多佛 Joker。 啥意思？哎呦哎呦，被爆头了呀。哎，讲道理，这个能上去吗？这个，这不能上去啊！卖血吧。哎，我操！完了，完了，这关就仨人玩，又是一张胡乱拼凑的图。几个小学生顶出来还是没什么问题，顶出来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
过了吧。哎，莫名其妙的一关，你说第一个狗关，哼。
东西。你们想知道左上那东西是什么？左上那东西就是这个，看到吗？不是过来了吗？没哭巴的，操，这他妈有啥？这我能不打吗？